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黑鬼儿。今天呢，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南投一日游。我们要从南投的妖怪村到溪头爬山，最后呢，再到海盗村。究竟南投的一日游可以怎么安排呢？开始。那这个是921大地震的时候，树木都倒塌。我们为了延续树木的生命，而把它盖起来做鸟居，这是真的木头哦。上面有看到它四颗眼睛，那个四颗眼睛的妖怪它叫做山神，过年的时候它会出来，因为它四颗眼睛分别代表春夏秋冬，别名四季之神。然后所以要上去参拜之前，它旁边会有一个洗手社。这一间店蛮特别的是，妖怪村它之前有办那个美食的 PK 赛，然后它这一间是美食 PK 赛的冠军店。哦，你之前到底是在这边待多久啊？在这边做了2年多，快3年了。哦，吊饰啊，然后妖怪村对的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它下面是夜光，它晚上会亮，很可爱耶。大家摸好了，然后金钱的这个可以吗？我要招财。好，我们这个袋子是很酷的，妖兽七啦，妖兽七二啦，谢谢，拜。有人猫哎，你现在给我吃这东西？对，它不是猫咪哦，它是这样子叶子一点一点的，毒素取出来之后呢，它透过用烘烤的方式，然后加入蛋挞里面，但是它蛋挞外壳是很特别，是墨鱼汁。哎，真的也是黑色的，是黑色的。蛋挞烤得很好，很好吃，因为它那个内馅没有很甜，然后皮很酥。上面那个是叶子。错，看吧，错。这么难？木错。月错。他公布答案了。好。他这个字念墨。墨。来，爬起来，五张票。稍等一下。呵。你看看谁会第一个阵亡哈？年轻的，年轻的肉体是吗？看一下阿普走得如此的轻盈，金步道，金步道，特别选了一个比较幼肉般的给我们走走就好。真的。设计又都不太一样，这条浴缸哎，而且是双人座，哇哇哇！然后一样是淋浴间跟厕所分开，有附这个泡澡巾。力宝是有附泡面的，这间很可爱，而且这个应该是可以放下来的，因为我们竹山呢最多的就是野生的小黑蚊，哎，很可爱，很漂亮哎。所以晚上就是我可以躺在这边，然后看你洗澡，哇，好烦啊！接下来我们去看300，啊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哇！今天睡这啊，补桥睡这啊，呜，超霸气的，哇塞！来来来来，看起来，哇，又是大浴缸，而且它是对坐，哎哎，这个浴室真的是有够大，有够浮夸的。车子要停。我们现在在是海盗村，这里就是你要来住宿也可以。那如果你不住宿呢，它有可以烤肉，又可以 DIY， 又可以控窑，然后呢，它还有餐厅。好了，我们真的到齐了，我们的团队终于到齐了，好吧？ Yeah. 这个女的完全选不出来，会有牙套障碍。焗烤块的部分，酱也是我们就是当天都是现调。921大地震的时候，这里树木都倒塌。对，然后你们可以参考看看。我要吃火锅，我要饿死了。啊，我的靴子里有葡萄，哇！耶，谢谢。嗯，好好吃哦。它说是竹笋，我点的是韩式，豚骨火锅，泡菜猪肉火锅，不错。你果然是爱吃韩式的女人。嗯。哇，好漂亮哦。哎，为什么你的有爱心呢？不知道哎，就是怎样？其实你比较骚。但为什么你有爱心？没有啊，就是你我错。好香哦，
啊，这里的竹笋汤超好喝。哇，我要吃那个鸡腿。哇，吃起来吃起来。老师，这个叫做杯盘狼藉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你知道什么叫杯盘狼藉吗？杯子喝空啊，盘子吃干了啊。不是。吃到了。好 ，Let's go。走，我们要去做地瓜园。好，地瓜园 DIY， 我们要的材料很简单，我们就是在地的地瓜以及素薯粉。我们来到这边领食材，鲜的地瓜泥，然后呢，素薯粉也拆开，拆开。不是木薯粉，素薯粉。哎呀，没有要倒下去，哈。先咬一咬。很好玩嘞，所以这个不管几岁的都可以做。好，你的是很漂亮的。哇，你有做过面包哈？你等一下帮我把它搓成长条状，还可以。小姐，我可以更高了。的小姐，你顶到我啦！小姐，她要温柔。可以了，开始切。切起来，切起来，像那种电视上那种浓须糖那种师傅嘛。好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然后再把它搓成圆形。等水滚之后，帮我把地瓜圆分两次下，好不好？因为量有点多。你把它煮完之后啊，我们会把它捞起来之后放到冰块的时候，我们快速搅拌之后，我们马上把它捞起来，我们要拌蜂蜜，要分成两个。你可以先捞你的，我看得出来，这些都是我的孩子，就是很漂亮，不会掉电。可以加一点点果糖进去里面，或者是你刚刚觉得蜂蜜的味道已经够甜了，那你可以加我们的花生、大豆。吃我的要付钱。哦，你的比较 Q 哎、欸。再来再买。有，你的有偏 Q。我这个手艺做出来。对了，你这就是这个手艺做出来的，可以变成像刨冰啊，还会加很多料。那我自己是喜欢吃原味。真的超好吃。那今天就是那个竹山的，就是有一个小小的一日游。那就是最后谢谢豆花啦。谢谢。好吃好玩，文字也很多。哇，这可以讲吗？我们有香茅油。好，大家自己来玩喽，拜拜。拜。哇，好期待！给我。